怎么走来走去，感觉还是走回一样的地方啊？悠悠妹，阿蒂古，叽里呱啦精灵，哆瑞咪精灵，悠悠妹，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我刚看到传说中带给人们幸福的蝴蝶，结果追着追着我就迷路了。啊，请到路哎，请到路哎，请到路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迷路了或是找不到路了的意思。可是悠悠妹，你刚刚说那个蝴蝶，意思是只要找到它就可以很幸福哦。阿迪古，我有听我爸爸说过，只要看到那只蝴蝶，就可以向它许愿，它就会实现你的愿望哦。那悠悠妹，我们陪你一起去找那只蝴蝶。那只蝴蝶长什么样子啊？OK， 它是五颜六色的，大概有这么大一只。哎，可是我想问你们哦，如果真的找到那只蝴蝶，你们想要许什么愿望？叽里呱啦，我想要每天有看不完的书。我希望我有很多的玩具。那我希望有很多的衣服可以穿。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找蝴蝶吧。出发，蝴蝶，蝴蝶，叽里呱啦。我看我们是找不到那只蝴蝶了。看来天色也不早了，我们先送悠悠妹回家吧。悠悠妹，那你家在哪里啊？我家在银行的右手边。这句话你可以用客家话来说，你就说拿不卡丁云红给优素片，拿不卡丁云红给柚树片，好标准哦，很强哦。阿迪古，我家在菜市场的左手边，要怎么说啊？你可以说拿沃卡的菜市场的柚树片，拿沃卡的菜市场的柚树片，没错。阿迪古，你好妹，哆啦咪精灵，你们看，有星星哎。哇，真的耶，好漂亮啊。其实我觉得找不到蝴蝶也没关系啊，可以跟你们这样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幸福的耶。那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找蝴蝶吧。我看到蝴蝶了。在哪里？哦，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在哪里？头上吗？头上吗？请到路哎，意思就是迷路了，找不到路了。拿不卡丁允红给优素片，意思就是呢，我家在银行的右边。拿不卡的崔斯虫给咒素片，意思就是我家在菜市场的左边。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呢？学会了。很强哦！一条路，几条路都带爱行来跳，唔通花冲走嘞，一下爱勇敢赛，爱嘅心就像锣鼓咚咚咚咚咚咚噼啪跳，爱爱人情人情人情。想转移马路身上没没爱没出钱给生爱嘘嘘嘘嘘嘘嘘叮啊叮哦用我用人叮爱好不让爱难恨恨妈咪你跳到哪里一条路几条路都带爱行来跳爱呀哈想转移注意给好生意呀条路叮啊叮哦
那么很很。猫咪，我跳到哪里？一条路，几条路都带我行来跳，大家哈想转去，注意给好生意。一条路，几条路都带我行来跳。